保险业生存下去，我觉得要有一个非常强的自燃的能力，自然的就自我燃烧。是哦，你也可以解读成，你也可以解读成自我疗愈的能力。我很会莫名其妙的鼓励自己，但是不是那一种每天在 就是在社群媒体上发一堆那种干话那种。对，因为其实我蛮讨厌那种业务，就是你也不要整天发那种得奖啊、彩带啊那种。公司附近前阵子开了那个 Lady N， 我就看到一堆女生就排在那个 Lady N 前面。然后我心里就想说，靠，这到底是什么世界？为什么这堆妹都可以不用做事情，然后那边，然后我就心想说，我终有一天我要记录这种生活。然后我就上去开始认真的约访客户，类似这样。哇，他很多排球少年的 moment。对，就是一言不合就觉得哇。如果是我走下去看到 Lady N， 我就去 Lady N， 你就变成其中一个妹子。就说我今天这么辛苦，我应该可以吃块蛋糕吧？好，就破。